因为是你要得着这种意乐了，说欲来如来呀、啊，于此起大慈悲意，令一众生离于一切苦难，同怀法身第一意乐。那不是肉体了啊，刚才我们讲的是肉体，这个法身呢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杂念。人家到的无分别无杂念的时候，纯净一心的时候，把你虚妄的想都不起了，能知一切念，这叫与道相应。与道相应，那修行的时候呢，达到这种境界，就是说你的意识形态跟你的心分开了。但是一切众生对于佛所证得的常乐分别取着诸法，佛证得的常乐我净，那我们众生是分别，对于常乐分别取着一切法，那这是颠倒妄想。为什么要取着呢？因为颠倒妄想执着不舍，那就是生死苦。诸佛如来断了，断了时候没有分别相，说他常乐我净，他把这个分别执着的想啊给断了，这得靠修行力量。就是我刚才说的，你常时入世修，是心跟你的肉体让它分开，不被肉体所束缚，这种境界你渐渐就能得到。这个束缚就是执着，你认这个肉体为我，说这你假使离开这肉体，它不是我，不是你，你有什么痛苦啊？跟你不相干。这种功夫呢，不是一天两天，就是放下了，没有执着，没有固执。那么地藏菩萨在这一段文中教授我们呢，说毕竟体空无所有，究竟说了我们这个心的本体当中不是肉体啊，一切皆是空的，世间法是空的，出世间法也是空的，毕竟体空，一切无所有。要广说起来，在我们经上经说空啊，一共有18种空，我这个地方不详细讲了，再跟大家说个名词，说这些境界相显现的景象都是空的，说内空外空，内外都是空，这个肉体全是空的，内心的5脏6腑空的，外头的色身也是空的，不空，不空就不坏啊，不坏就不消灭啊，你这肉体毕竟要死亡，人人都是事儿，内的身心外的世界，整个的世界都在变化啊。你的身心空的，外头的世界形象是空的，就是这个空也是空的，把这个空也空掉，然后这个空再进一步叫大空，大空再进一步叫第一义空啊，第一空再进叫无为空，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，无实空三空，性空，自相空，诸法空，不可得空的，无法，一切法都不没有，因为什么呢？空的，有法，一切有的法也空的，这是有为法、无为法全是空的，一共18种。这样显示啊，
要光说的十八空，在十八空的时候啊，意义很多的了。单讲一部空的一部书啊，单有这个经，这显示着一切诸法都没离开菩提体呀、啊。一切法的建立是依着菩提的，咱们发菩提心那是整体。说一切法都不离开一切菩提，为什么说空？显示菩提。菩提是什么呢？觉，就是觉悟的觉。我发菩提心，就是你发一个明白觉悟的心，叫发菩提心。菩提的翻译就是觉悟的觉，觉就是明白。那什么是菩提的体？这个不是有，不是有就是空了，就是无了，不是空，不是无，那非有，非非有，把有非有也不对，是非非有，非无也不对，非非无，有无据，也加个非字，非有无据，说一不可以非一。说义也不可以非义，啊，把这个非义又加个非遣出，非义也不对，非义也不对，非非有非非义。那义跟义句该是对吧？义句也是非，乃至毕竟无有。这显示啊。这个空的含义，这都是解释空的，没有相科德，没有行科德，举心动念全是空的非，无一切相，把这些非了，这才是菩提的体，菩提体。咱们前头讲一时境界啊，这是显示什么是一些境界，这就是一时境界。但是这个说还不是境，必须心跟它契合。说但有言说，这言说表达不出来的，说言说表达都没有实在意义，但有言说都有实意。因为这个自性清净的，离言说相，离形象相，离一切相。那有没有相呢？这叫如来藏，如来藏含藏着一切诸法。藏含一法，不论即如来的一切净法啊，这个体，如来藏性的本体，说有说无都是戏论。为什么无分别？一起心动念，一有了分别了，就不是了。只可以意会，不可以言传。说你心灵，说是开悟了，心灵神会，不能用言语表达，言语表达不出来。但有言说，都无实意。所以说言语表达的不是真实的，而是形容而已。说菩提呀、啊，是离一切相的，离一切相者，所谓不以言说取。